准备要回家了。回家之前，猪妈妈又点数一次：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、八只。奇怪，不是应该九只吗？哦，有，他有在爬了。哦，露营。耶。姐姐在做什么啊？姐姐写功课。啊，写功课。啊，婷婷在做什么？姐姐吃饭。吃饱了。那你会不会唱歌？唱歌来听听。再来。三间台啊、哦！小老鼠，小灯，跑来捉妈妈，它不来，它不准出来。那三轮车哎。好啦，你按一下就可以了。你要按，再按一下。这个是什么时候的？按一下。你按了没了？